昨天把这个隔断基本上隔了一下，今天把这个横梁啊，昨天说了嘛，没加上啊，太晚了，把这个梁再加几道，这跨度有点大，加几道梁，然后把这个门看看今天量一下尺寸，把那个门的框架做上，这样的话基本上，现有的这个框架基本上就完事了。暂时也就只能干这么多了，剩下的就是地面啊、棚顶啊，或者周围啊，或中间那些隔断那些笼子，这都得一点一点来了。就是硬装已经完成了，对，剩下的就是软装了吧。今天吧，今天基本上框架能完事儿，就是大的架子能完事儿，剩下的就是细节问题，细节需要慢慢处理，这个工作量更大。反正一个礼拜嘛，我才干了四天嘛，是吧？还有三天呢，加今天还有四天呢，是吧？我估计一个礼拜完不了工。就是，就像那个大框架呀什么的，一个礼拜啊，估计能完工。但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呀，我觉得还得几天。对呀，主要是咱第一次做嘛，也没有图纸啊什么的，一边做一边考虑这个问题。也没有什么参考，没有参考，关键我也没做过，属于人生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狗笼。我觉得做成这样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还行吧，不少返工的地方，你都没看见。比如说那个这个卡子头，有的时候就上完了是可以的，但是它因为有那个螺丝出来那个方向不对，你就得拆了重新装。你装完了之后才能发现啊，这些都是细节，细节太多了。这脚手架结实是结实啊，但是做这个东西吧，确实不能用这种东西。慢慢来吧，继续。看这个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对于我这胖子来说太难了。今天把这个所有的梁都搞定了。对，一共加了一面是十根儿，二十根儿，细梁，总算把上面弄完了。这下密度够了，肯定不会那个塌了那个点儿。量一下那个网啊，对，那个网不一米二高吗？我搬过去，那个量了一下这个尺寸，还可以，和这个基本上一边高，这高一点。行吧，今天就这样了，不干了，太累了。这今天计划做门，门没做上吧？做不上。明天吧，我估计明天我也干不动了，浑身疼。工程量太大了，这个。接下来做门，然后焊网。对。焊围挡。还
不一定，明天还不一定有时间。啊。我得先看，好像得先铺地才行。先把地解决了。嗯。得先解决地，才能铺上面，能方便一点。嗯。要不然不方便。全焊完网之后，它就成一过道了。过道你铺地砖比较麻烦。嗯。反正这还得讲究个步骤。得有先来后到。对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明天继续。